金光闪闪的纯金妈祖价值10000元，旁边还有日本大阪来回机票以及游乐区双人住宿券和自助餐餐券3张，再加上福星宫的祈福文创小物，通通加起来市价超过30000元。这些奖品都是云林西罗福星宫今年除夕夜抢头香的奖品，而且只有抢到头香的得主可以独得抱回家。不少宫庙每年除夕的重头戏就是抢头香活动，除了插头香讨吉利外，奖品也是诱因。台中大甲镇澜宫今年的抢头香活动，第一名有10000元红包，第二名8000元，第三名6000元。而彰化南窑宫今年很特别，抢头香改成赛跑，第一名8888元红包，第二名6666元，第三名3333元。另外还有妇女保障名额，庙方大手笔发红包，让信众更有动力往前冲刺抢到头香，更能为宫庙带来高人气。